老板老板娘，我们这里有一个拿到 ESG 的 factory，ESG 代表是 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的，这个是拿到了过后呢是可以贷款可以借到 90%， OK， 这种 factory 我们可以借到 90% 的贷款，而且利息才 3.多% 开始吧。我们也是有 green RE 的 certification， 所以在身后这里呢你会看到这个是我们的 phase 1， 明年的6月2025年就可以拿锁匙了的， OK， 就可以搬进去运用了。所以我们总共这里呢有两种 square feet， 第一种是35尺乘138，另外一个是 corner unit 是45尺乘138，然后还有一个 super link 是50尺的。我们这里全部都是 freehold， 然后是 build up， 有8000多 square feet 到整万 square feet 都会有。进到来这里呢，你会看到我们这个 roller shutter 呢，这里是16尺，然后这边的 ceiling height 是上了20尺。然后去到后面这里呢是上到 30 feet， 30尺的 ceiling height 会在这里。然后这里呢我们也有 provide 那个 hoist lift 在这里，这个 lift 呢是可以上到我们 mezzanine floor 跟我们的一楼，这个是可以载到2吨的货上去的。我们的 power supply 这里呢有200 ampere 到 300 ampere 都有，所以要看你的要的需求是哪一个，然后你的 unit 就会是哪一间咯。然后我们 ground floor 的这个 floor loading 呢是2吨，我们的价钱是从400多万到600多万左右。后面这里呢也是可以通往出去，后面的话呢是有40尺，前面的话是会有66尺。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地点是在这个湾区马鲁巴神工厂的聚集地。现在呢我们就来到我们这个 mezzanine floor， OK， 这里的承重量呢是可以 up to 0.5吨，所以你这个 area 是可以拿来做 office area 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所在的位置是我们的 phase 1， OK， 这里对面呢已经打好地基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phase 2， 它还没有起好，可是剩下最后几间而已。因为我们这里是 freehold， 那我们也是有 modern concept， 第一个有 ESG 的 factory 在这个地区。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顶楼一楼，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里的它的 roof ceiling height 呢是差不多15尺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这里呢这里是10尺左右，这个就可以拿来做我们的 office area。 过了这里你会看到这里有几个门，这个都是厕所然后跟疏绕的地方，然后这里整片在楼上这里呢就可以拿来做 warehouse 了，OK， 你可以放你的货啊，那些东西啊。后面有一个 emergency staircase， 然后这里一样还是会有一个那个 hoist lift 在这边是可以载2吨的。最重要呢，我们这里的 development 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这个 factory 呢是有 guard 的，这里是会有 guard 去掌管整个地区往这边。然后我们是有做 tenant quality control 的，就是讲说发展商呢会帮我们去找 tenant， 也是有这个 program。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是找不到 tenant 头6个月的话呢，发展商那边是会有一个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去让我们有 GRR for 头2年，第一次而已。after 你拿锁匙，所以这个呢是会有一个 rate 在那一边是跟着 market 的。然后到时候如果真的有找到 tenant 给我们的话呢，发展商那边是会帮我们直接对接回去那个 render，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 tenant 在那一边。如果你本身是想要投资或者是自己用这一种 factory 的类型的话呢，这里是适合 light and medium 的 industrial， 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 tenant quality 的 control 跟 rental assistance program， 所以你不用担心讲说这里的话你找不到一个租客。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找这一种类型，可以 for light and medium industrial 35尺前面或者45尺长到138尺的话呢，可以联系我带你来看这个实体的 factory。